刚刚小伟说到一个工资的问题，大家都知道结余五十亿欧元，就是拿到了工资之后第一件事情做了什么？一般拿到工资就会出去挥霍，去欢乐，去挥霍，去欢乐。欢乐。因为他们当地的冰淇淋特别好吃嘛，然后就会去吃点冰淇淋。然后有时候跟杨子姐姐出去打印菜单啊，就会互请咖啡，你请我一天，我再请你一天咖啡。